和京圈太子爷周宜川冷战一个月后，圈子里忽然传出他求婚成功的爆炸新闻。记者迫不及待向我道喜。当时我刚结束巡演，满身疲惫，望着镜头平静微笑。周先生订婚的事与我并无关系，在这里我真心祝周先生订婚快乐。电视上，我话音落定那一瞬。 周宜川一把捏碎了玻璃杯，顷刻间血流如注。巡演最后一场结束，我回了后台拿手机，刚开机就有无数的消息涌进来。静姝，周宜川向程晚求婚了，程晚已经答应了。没想到兜兜转转这么多年，他们俩还是在一起了。静姝，你和周宜川是真的结束了吗？我攥着手机。 有些疲惫地坐在沙发上，我和周宜川已经冷战整整一个月了。从前每一次都是我低头服软，但这一次因为巡演的事，我忙得不可开交，根本没顾上联系他。可就短短一个月的时间，周宜川向他的白月光程晚求婚了。我没有心情回复这些信息，稍作休息后，还要出去接受媒体采访。 见我出来，所有的记者都涌了过来，他们举着话筒，迫不及待地开口询问：“许小姐，请问周先生什么时候向您求的婚？二位打算多久举行婚礼？婚礼会在国外办还是国内？”许小姐，恭喜您和周先生订婚！一片混乱中，我却反而平静了下来。我望着镜头，眼底没有任何的情绪。 片刻后，方才微笑开口：“周先生订婚的事与我并没有关系。借着这个机会，我真心祝周先生订婚快乐。”电视里，我话音落定那一瞬，周宜川手中的酒杯忽然碎裂，顷刻间血流如注。程婉吓得尖叫了一声：“快叫医生，叫救护车呀！”程婉攥住他的手，心疼的眼都红了。出去。 周宜川声音极冷，一把甩开了程婉的手。宜川，程婉有些错愕，随即却难堪的掉了眼泪。都出去！周宜川缓缓抬眸，视线存冷扫过众人，别他妈让我说第三遍！程婉忍着泪，不敢再多言，只能随同众人退了出去。周宜川摊开血肉模糊的掌心，左手的订婚戒指也沾满了血。 他面无表情的摘下来，随手扔在了垃圾桶中。一个月后，我正在准备演出，舞团负责人忽然把我叫到了办公室。主舞的位置本来一直是我，但现在变成了和我不对付的秦若。接着，租住的公寓忽然被房东毁约，要我两天内立刻搬走。和周宜川分手后，我好像开始了水逆。 事事都不顺利。当再一次演出，我连登台资格都失去时，周宜川忽然给我打了个电话：“许静书，还想不想继续跳舞？”赶到周宜川所说的地址后，侍应生带我进电梯上楼，推开房间门那一瞬，周宜川的声音正好传出来：“只要他低头求一求我，我也不介意养着他，就当养只金丝雀了。” 他话音落定那一瞬，正好也看到了我，但他脸上的表情那样的气定神闲，反而更衬得我此时苍白的脸色分外可笑。周宜川，是你做的？他微一点头，指尖夹着的烟轻磕了磕。为什么？能有什么为什么？当然是我还没玩够。周宜川笑了一声：“许静书，就算要分手，也该是我腻的时候。” 公寓不能继续住，我只能暂时住在了酒店。舞团里的演出一直不让我登台，但每一场我都固执的换好服装等在后台。秦若一开始还对我冷嘲热讽，后来也渐渐懒得再理会我。大家在台上谢幕的时候，我穿着练功服木然的站在台下暗处。那天我看到秦若从台上下来。 如鸟投林一般扑入一个男人怀中，这才注意到周宜川来了。秦若靠在他怀中撒娇，周宜川摸了摸他的脸，在他耳边说了句什么。秦若有点不满，却还是松开手，扭身离开了。周宜川走到我面前：“叔叔，后悔吗？你看，我想捧谁，谁就能一步登天。当然。” 我对你的感情还是不同的，只要你回来，舞团首席仍是你。如果我说不呢？你已经订婚了，我许静书不可能做小三。周宜川笑了一声，他像是看着不懂事的孩子一样，居高临下看着我。那你信不信？从今以后，不管国内国外，你都别想再登台跳舞了。周宜川轻身，像热恋时那样抱了抱我。 又哄道：“乖，我给你一晚上时间考虑，明天给我打电话。”当年在学校舞团里，随便一个有钱的二代，都能逼得我差点抑郁自杀。更何况是京圈赫赫有名的太子爷周宜川，我当然相信他有这个能耐，让我一辈子都不能登台。但若是无法继续跳舞，只会比杀了我还让我痛苦不堪。 回到更衣室，心情郁闷之下，我连着灌了自己两瓶酒。等醉醺醺出去时，外面已经没什么人了。路过舞台时，我忽然停了脚步。陈延东穿一身黑色商务正装，助理抱着他的大衣站在他身后半步。他指尖夹着的烟已经攒了长长的一截烟灰，但他忘了去掸。 只是安静望着台上旋转舞动的那一抹纤细身影，直到最后，那个身影颓然停下来。接着，他听到了低低的哭泣声。“你先出去，外面等我。”陈延东从助理手里拿过大衣，吩咐了一声。他往台上走去。等我听到脚步声时，陈延东已经站在了我的面前。我仰着脸，泪眼模糊。陈先生。 陈家和周家不大和睦，陈延东和周宜川私下从未有任何来往。之所以认识他，也是在一次聚会上遇到。周宜川带我过去敬过酒。毕竟他们这些人明面上的和谐还是会维持的。听周宜川说，陈延东这个人很难搞，钱权色都拿不下他。圈里人私底下常议论。 不知哪个女人能摘下这朵高岭之花？陈延东微弯腰，将大衣披在了我身上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喝这么多酒？我攥着衣襟站起身，刚准备摇头，脑子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：我无可奈何。周宜川、陈延东呢？陈家可比周家根深叶茂得多。只是陈延东又凭什么为了我和周宜川结仇？失神间。 他递给我一张纸巾，先擦一擦眼泪。我接过纸巾，却没有动，任眼泪一颗一颗往地上砸。和周宜川吵架了，分手了。陈延东微一抬眉，不动声色的看了我一眼，送你回去。陈延东的提议我没有拒绝。住哪儿？我报了酒店的名称。怎么住酒店？房东赶人，还在找房子。 陈延东抚了抚腕上的佛珠，离这儿不远，我有一套空着的房子，你先搬过去过渡一下。我缓缓抬起微红的眼，看着面前的男人。车厢里光线晦暗不明，但这男人仍是英朗，好看到了极致。我的心脏忽然极快的跳动了几下。不会给您添麻烦吗？不会。车行半路，我刷到了秦若的朋友圈。 排练演出很累，但特别满足。明晚演出见哦！谢谢我家亲爱的送来的鲜花，好美。配图是巨大的花束。卡片署名只有一个“周”字。我面无表情退出微信，看向身侧的男人，陈先生，介不介意和我拍张照？拍照。我打开手机相机，调到前置。就这样，您再离我近一点。 陈延东微倾身，头发轻蹭着我的额角。我来回调整姿势，最后几乎贴住了他的脸，又比了个耶。按下拍照键时，陈延东的手抬起来，俯在了我的发顶上。陈延东，你很会爱。是谁说你这个人很难搞的？我放大看照片，微醺的许静书很美。陈延东看起来仍有些冷，但颜值实在太顶了。 而且他这种成熟男人的摸头杀，简直要把人酥死。我十分满意，我能发朋友圈吗？陈延东颔首，随你。我立刻编辑了一条朋友圈：“微醺的夜很美。”配图是几张风景照和这张双人合照。刚发出去，就收到了一条消息提醒。我连忙点开，四确实很美。下一秒。 我的微信消息直接爆炸了，我没顾上看那些信息，有点紧张的问他：“你不怕被人误会吗？误会什么？这张照片算是很亲密了，别人看到不定怎么想。”陈延东忽然看向我，怕周宜川看到，我头摇的波浪鼓一般：“不是，和他没关系，我是怕给你添麻烦，不麻烦。”嗯，陈延东没答。 却指了指我手机，要不要看一下信息？那条朋友圈下面已经炸了锅，瑟瑟发抖。叔叔，你旁边的人，如果我没看错的话，是陈延东，不是？救命啊，叔叔，你是给他下降头了吗？他是陈延东啊，他怎么可能和女人拍贴脸照还摸头纱？ P 图就没意思了呀，静书想要踩我一头，也不至于把自己和这位爷 P 一起吧？这条是秦若回的，我刚才特意找朋友鉴定过了，绝不是 P 图，根本没有任何 P 图痕迹的好吗？怎么这么酸？这位爷也是人，不是神仙，是人就有破戒的时候，好不好？说 P 图那个，请问看到星空车顶了吗？ 全球只有十辆的超豪华限定款，北京城就一辆，车主是谁？你随便打听不就知道了。我说诸位，正主不是第一时间评论了，这还能造假？我改个微信名叫“森”，那我也是陈延东了。秦若又阴阳怪气了一句。很快有人回复他：“不好一思，这位大姐，我哥有大佬微信，刚才特意找我哥问了，就是本尊。” 评论区乱成了一锅粥，我觉得头更疼了。陈延东的手机好像也一直在震，我好像真的给他添麻烦了。印象里陈延东和周宜川不同，他性子特别低调，但这次却被我给弄到了风口浪尖。要不我把这条朋友圈全限了。陈延东微垂眸，修长手指拨了拨腕上佛珠。许静书。 他忽然叫我名字，我一怔，下意识看向他。车厢内光影浮沉，我并不太能看清他眼底的情绪。我说了不麻烦。他的声音沉沉响起时，像有电流忽然从心脏爬过。男女之间其实是有一种很微妙的磁场，譬如这一刻，我敏锐的感觉到陈延东好像对我有点意思。 圈内人对他的评价常常都是那几个词儿：低调、性子冷、很难搞，尤其不近女色。这么些年，还真是从没听过他有什么桃色新闻。我的心跳动得越来越快。当年在学校被霸凌，一语寻死，是周宜川救了我。我是真的想过这辈子就他了，但如今他和门当户对的初恋订婚，我和他之间。 也就彻底结束了。可我了解他的性子，他这个人出身优越，完全被宠坏了。京圈里的太子爷，要风的风，要雨得雨。如今我和他掰了，他这样心高气傲的人，这一茬是过不去的。如果我不那么爱舞蹈，如果我不是曾被踩入谷底，差点死掉，也许放弃就放弃了，大不了离开京城，换个职业。 不是就活不下去，可对我来说，跳舞比我的命还要重要。我的手指轻轻颤了颤，从酒店拿了行李，接着去了陈延东所说的那套房子。他帮我提了行李箱上楼，开门时，我很轻的问了一句：“要不要进去喝杯茶？”陈延东将箱子放在玄关地毯上，台湾看了看表，很晚了，你好好休息。 我有些错愕，整个人呆呆的看着他。陈延东失笑，抬手将我额前的乱发拂开。许静书，明天酒醒了给我打电话。他说完，竟是直接转身走了。直到房门锁上那一刻，我才羞耻的回过神。陈延东，他好似根本就没有那个意思，完全是我自己自作多情了。第二天睡到快中午才醒。 手机上塞满了未接电话和各种信息，还没来得及看，又有电话进来，不小心碰到接听。周宜川的声音夹杂着怒火传来：“许静书，你现在在哪儿？别以为我宠着你、惯着你，你真就能无法无天了。”周宜川，我一开口才发现自己嗓子哑的不行。你嗓子怎么了？你人现在在哪？ 别告诉我你真和陈延东在一起！是啊，我现在就在陈延东的房子里。我攥着手机下床，走到窗边拉开窗帘。这套房子离舞蹈团很近，我很喜欢。你什么意思？许静书，我警告你，闹得差不多了，就自己顺着台阶下来。周宜川，在你和陈晚订婚的时候，你就该清楚我和你不可能了。 订婚并不重要，很重要。就算我和他结婚，你想要什么，我也都能满足你。我不需要了，许静书，你最好想清楚了。我早就想清楚了。你以为跟了陈延东就万事无忧？周宜川冷笑了一声：“我跟他不对付，他跟你一起有什么目的？你比谁都清楚。这是我自己的事。” 叔叔，别到最后你被人玩弄了再踹掉，可就得不偿失了。周宜川的声音温柔了几分：“你乖乖回来，昨天的事儿我就既往不咎。你喜欢跳舞，我把你们的舞剧院买下来，从今以后每一场的首席都是你，好不好？”周宜川，你去捧秦若吧。我笑了一声：“别换着号码给我打电话了，你不累，我拉黑人都累了。” 说完，我就挂了电话，顺手将这个号码也拉黑了。洗漱完，又接到了舞团那边的电话：“许静书，今天过来把离职手续办一下吧。”我其实并不意外，周宜川如今也只能用这一点来拿捏我。我马上过去。只是挂了电话，心里还是有点难受。大四，我考进了北京最好的舞剧院之一，入职半年。 成为舞团首席，我凭自己近二十年的努力走到今天，但失去一切却也只是别人一句话的事。到舞团的时候，秦若他们正在排练，我站在门外，一时看得失神。只要我低头，就有转圜的余地。但是去做情人、金丝雀吗？我妈怕是会气得从棺材里蹦出来掐死我。离职手续办好。 走出舞蹈团时，我还是没能撑住，躲在花台后面哭了起来。刚才主任说的很清楚，只要我签字离职，以后北京任何一家舞团、剧院都不会录用我了。手机一直在响，我不想去看，也不想接听。等到哭够了，我抱了箱子去路边，准备叫车回去。微信忽然进来一条信息：“四。” 静书接电话，电话再次响起，我迟疑了一会儿，还是按了接听。陈先生，有事儿吗？你出去了，去团里了一趟。我的声音里还带着浓浓的哭腔，哭了，没事儿。你现在在哪？刚从团里出来，准备叫车。站那儿别动，我马上过去。陈先生，见面再说。陈延东挂了电话。 他到得很快，车子停在我面前时，我就坐在马路上发呆，像个无家可归的小孩。陈延东的司机把我的箱子抱到了后备箱，他走过来，将手递给了我。我仰脸看着他，哭过的眼睛有点肿，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。先上车，不用你管我。我却别过脸，眼泪吧嗒吧嗒的往下掉。 他没那个意思，为什么让我误会，自寻难堪？陈延东没有开口，但我却听到了很低的一声叹气声。许静书，他又叫了我的名字，是我想管你，可是你昨晚明明拒绝了我，因为我没有把你当成随便的女孩。我怔了一下，却又莫名的，因为他的这句话，心软了一软。陈延东先带我去吃了饭。 等我心情平复一些之后，他让人拿了几份资料给我，你看一看这几家舞团和舞剧院的资料。舞蹈方面我不懂，你是专业的，你自己判断想去哪里。当然，我不会给你开后门，能不能考上要看你自己的实力。我只负责不让人故意捣乱使坏，保证考试时绝对的公平性。 我紧紧攥着手里的纸张，骨子里不服输的劲儿忽然就爆发了。我有这个信心，只要考试保证绝对的公平，那么结果一定不会让我失望。只是这份惊喜来得太过于突然，我好像还没有办法完全的相信。陈延东，真的可以吗？这世上没有什么事不可以，只要你愿意为之而努力。我忽然站起身。 扑过去，紧紧抱住了他。陈延东，谢谢你！我开始拼命的练习，几乎将所有空余的时间都耗在了排练室。考试的时间很紧张，虽然我有自信，但是这一次仍觉得压力很大。毕竟无论如何，我都不能丢了陈延东的脸面。陈延东来接我时，我刚换下练功服，正在清理脚上的伤口。 他过来那一瞬，我下意识的就将脚藏了起来。舞蹈生的脚都是伤痕累累，周宜川就很嫌弃我的脚骨节变形，满是伤疤。其实从前因为跳舞的事，他没少跟我生气。我要练功、排练、演出，就会耽误陪他的时间。现在想来，在周宜川的眼里，我就是一只金丝雀而已。 金丝雀没有必要去努力拼事业，只用打扮得漂漂亮亮，讨主人欢心就好了。受伤了，陈延东蹲下身，自然而然地握住了我的脚踝。没有，你别看了，很丑。陈延东抬眸看了我一眼，他拿过我手里的棉棒，帮你处理。我的双脚大拇指明显扭曲变形了。 甚至还有两根脚趾光秃秃的，没了指甲，我自己都觉得很丑。陈延东给我涂碘酒时，我下意识地缩着脚，想要躲开。别乱动就好了。他握紧我的脚，在伤口处贴了创口贴。很疼吧？习惯了。指甲掉的时候很疼吧？他的声音很低，看着我时，眼底有着明显的心疼。我一怔。 鼻子蓦地就酸了，眼泪掉下来那一瞬，陈延东抱住了我，我趴在他怀中哭了很久很久，到最后停下来时，我没有抬头，但却抓紧了他的手。陈延东，今晚你陪陪我吧。他没有回话。片刻后，我的下颌被他捏住抬起，许静书，他又一次喊我的名字。你看着我，再说一遍。 我没有见过这样的陈延东，在寡淡的性情之下，却又透出强势的志在必得。他捏着我下颌的手指微微收紧，我疼得蹙眉，想要推开他，他却忽然用力将我抵在整面墙的镜子上，低头重重的吻了下来。最后，我是被陈延东抱出练习室的，他的衬衫皱了，是他把我亲的喘不过气时，我扯的。 上车时看到司机，我有点不自在。陈延东却面不改色。坐好后，我偷偷瞄了一眼他那里。陈延东没看我，却抬起手捂住了我的眼：“别乱看，看看怎么了？”我小声咕哝：“有本事你别让他被我看见呐、啊。”陈延东好似很愉悦地笑了一声。光线浮沉的车厢里，我的嘴角也一点点地翘了起来。 陈延东平日里看起来身姿十分颀长清瘦，没想到他实际上比我想的还要结实一些。我戳了戳他的腹肌，脸有点发热，身材不错。我故作轻松的开口，实则整个人都紧张的不行。原本以为我会有点抗拒和排斥，但他从浴室出来，很自然的让我给他吹头发时，我整个人忽然就放松了下来。 叔叔，他俯下身亲吻我时，第一次这样轻易的唤我。我闭了眼，双手软软勾住他的脖子。陈延东，我刚想起来有件事，我还没有问你。你问，传闻里没听说你有交往的女友，好像也没有婚约什么的。我在氤氲的光线里看着他，你不会突然冒出来一个未婚妻，突然订婚的，对不对？不会，那。 将来你要订婚、结婚的话，就提前给我说清楚，好不好？陈延东亲了亲我的额头，别胡思乱想，你答应我。他抬起手，手指落在我的眉梢、眼角，轻轻摩挲，好一会儿才开口：“好。”我心里松了一下，可轻松之后，却又滋生出一种说不出的怅然，好像其实在我的内心深处。 并不想听到他说出这个“好”字。我趴在他肩上，昏沉沉被他抱到了浴室。冲澡的时候，我也累得不愿睁眼，整个人几乎都挂在了他身上。陈延东，明天、后天、大后天这三天我都要戒色。大大后天我要考试，必须要养精蓄锐。我现在腿软的不行，别说让我去跳舞了，估计走路都要摔。 休息一天不够，我用尽全力睁开眼瞪他，不行！笑话，他自己多吓人，自己不清楚吗？回到床上时，我摸到了他手腕上的佛珠，骗子！骗子！你戴这个完全就是在唬人。第一次见你时，我以为你真的是个清心寡欲的人，在清心寡欲，也有七情六欲。 我还记得你当时看我的眼神，什么眼神？没什么温度，很冷淡，只看了一眼就移开了视线。接下来整个晚上，你都没有再看我第二次。我说着，疲累地打了个哈欠。他还没开口，我就摸着他腕上的佛珠睡着了。那天晚上确实如此，他并没有看许静书第二眼，因为当时他还是周宜川的女朋友。 因为看到他第一眼的时候，他的心微微动了一下，但他没有觊觎别人女朋友的变态嗜好。就算那人与他向来不对付，他也不愿把男人之间的战火烧到无辜女生的身上去。他们不该是玩物，不该是筹码，他们更需要尊重，更需要被照顾。所以他克制着，没有再看他，直到后来在剧院。 看完整场演出，却都没有看到他登台。他有些不放心，在观众散去后，又等了一会儿，然后看到了他一个人在台上跳舞，最后又颓然的蹲下身哭泣。他无法控制的，就走到了他的跟前，然后一步一步如愿以偿。考试的时候，我选了难度最大的朝鲜舞。 业内某一位大师舞蹈家曾经说过，朝鲜舞是最难的舞种之一。他并不建议年轻的舞者选择这个舞种来比赛或者参加重要的考试。学跳舞时，我们老师也打趣说过：“朝鲜舞跳得好是大神，跳不好就是大神。”其实我也很纠结。学舞生涯中，虽然登台跳过朝鲜舞，但总是差了一些韵味。 可这一次不一样，心里憋着一口气，我也憋着一股劲儿。练习时，我也敏锐的感知到这股劲儿和心气儿，也许就能让我有一个大的突破。果不其然，考试时我几乎算是超常发挥。音乐声停，甚至几位老师都在为我鼓掌。走下台时，有个女生拉住我，很激动的开口：“姐姐。” 刚才你在台上跳舞的时候，我好像真的感受到了杀气。你真的超厉害，谢谢你，也祝你考试顺利。我的心情好极了，这些日子的高压训练和疲累，瞬间一扫而空。换好衣服，陈延东的电话打了过来。陈延东，我向前跑，跑进璀璨的阳光中，在这一刻，好像身上无形的枷锁彻底的摘掉了。 那个曾因为能吃苦、够努力而出类拔萃、招人嫉妒的许静书，在被排挤霸凌到几乎想死的许静书，抑郁症发作，靠自残来缓解压力的许静书，在跑进阳光里这一刻获得了新生。我扑到了陈延东的怀中，紧紧抱住了他。看来要提前庆祝了。他稳稳接住我，笑得很淡，但很温柔。 走吧，晚上带你吃大餐。我原本以为晚上的大餐只有我和他，却没想到他竟然叫了这么多人来。侍应生拉开包厢大门时，陈延东握住了我的手。房间内，众人连忙纷纷起身走过来。严东哥，嫂子，嫂子好，总算见到庐山真面目了。怪不得严东哥你藏得这么严实，嫂子也太美了吧。 我有些不自在，忍不住看向陈延东。京城这个圈子说大也大，说小其实也很小。陈延东和周宜川有一些共同的朋友，这些人在周宜川那里见过我。现在我却又和陈延东站在一起，还不知道那些人私底下会怎么想。都先把烟吸了。陈延东一开口，房间里众人都自觉地吸了烟。 他带我落座后，众人方才跟着坐下。这时，陈延东的助理忽然匆匆走了进来。助理过来时，先看了我一眼，方才压低声音道：“陈先生，周先生过来了，现在人就在楼下，非要上来，下面的人拦不住了。”我下意识的抿紧了嘴唇。这些天过得风平浪静的，我都要忘了周宜川这颗定时炸弹。 让他上来，不用拦。陈延东气定神闲的开口。我搁在膝上的手细细密密出了冷汗。他握住我的手指，微微用力，似是安抚。助理出去后没两分钟，周宜川就一把推开了包厢的门。他显然刚喝了酒，满身的酒气。推开门那一瞬，他的目光就越过众人，落在了我的脸上。许静书。 周宜川径自大步走过来，伸手就要拉我。陈延东抬手隔开，声色沉寒：“周宜川，注意你的身份。”“我什么身份？”周宜川望着陈延东，讥诮冷笑：“陈延东，你追我女人时，注意自己的身份了。你女人。”陈延东将我护在身后，缓缓开口：“据我所知。” 周先生，你的未婚妻姓程，是程家的大小姐，那又如何？周宜川双眸猩红，程婉是我未婚妻，但许静书也是我周宜川的女人，是不是你的？你说了不算。陈延东，你这是要和我周宜川杠上了是吧？他笑得轻蔑却又残忍，目光越过陈延东，落在我的脸上。他跟我的时候还是学生。 还是张白纸，这么多干净姑娘你不要，偏偏惦记我玩过的。周宜川余下的话没能说完，一片惊呼声中，陈延东攥住他的衣领，直接将人摁在了墙上。周宜川想挣脱，但被直接扼住了喉管。我看到陈延东手背上一根一根蹦出的青色血管，狰狞而又突兀。 衣袖卷起，露出的那一截小臂，肌肉紧绷到了极致。周宜川的脸色瞬间就不对劲了。旁边的人试图去劝，却被人一把拽住。周宜川的脸渐渐憋得青紫。有人忍不住小声提醒我：“嫂子，你快去劝劝严东哥吧，再这样下去，周宜川都要没气儿了。”我缓缓吐出一口气，将快要夺眶的泪抹掉。 周宜川死死盯着我，用尽全力摇头，但我还是走了过去。我拽住陈延东的衣袖，颤着声音低低哀求：“陈延东，你放开他，别闹出人命来。”那天晚上的宴会不欢而散，周宜川是被几个侍应生搀扶着出去的。陈延东脸色不大好，连着喝了好几杯酒。回去的途中，他让司机停了车。 就在车后座，他有些强势又粗鲁的稳住我。中途好几次力道太重，但我忍着疼没吭声。我知道他心情不好，周宜川的那些话太难听。当时那么多人在场，都听到了。陈延东这样的天之骄子，怎么可能会不在乎自己的脸面？许静书，陈延东忽然掰过我的脸，逼我看向他：“你心疼他了？” 我有些茫然，你说什么？我说你当时心疼他了，是不是？我连忙摇头，不是，不是的，我当时拦着你，只是不想你因为我把事儿闹大。我的解释，他却好似并不太满意。陈延东看着我，眼底染着很深的玉色，但却又很冷。陈延东，他不许我开口，冲撞的力道猛地加重。 我疼得瞬间飙泪，陈延东到底还是委屈了，一直死忍着的眼泪汹涌而出。你要是不高兴，我渐渐哭得哽咽，觉得我让你丢脸了。我用力掰他的手，想要推开他。那你就别找我好了，我们一拍两散。许静书，你想都别想。他又掐住了我的脸，低了头，更凶狠地吻我，疼死了。陈延东，你混蛋！ 我张嘴想要咬他，他却掐住我的腰，翻身让我跨坐在了他腿上。陈延东，我吓得尖叫。陈延东一手箍住我的腰，一手撩开了我鬓边的发丝。他低头轻咬我的耳垂，声音沙哑，在我耳边道：“叔叔，我不许你心里还惦念别的男人，谁都不行。”一周后，我在新的舞蹈团顺利入职。 半个月后，我开始参加舞剧演出，并担任剧中的女三号。演出很成功，当晚我们舞团和举办方就举行了庆功宴。陈延东当时在英国出差，就没有陪我参加，但他让助理送了很多很多的花过来。剧场楼下几乎都被装扮成了花海。庆功宴上，我看到了周宜川的未婚妻程婉。 他身边还站着一个很有气质的太太和一个十分漂亮温婉的小姐，只是不知为何，程婉看起来好似有点憔悴，眼睛红肿着，仿佛哭过的样子。许小姐，程婉先开口向我打招呼：“程小姐，我也只能点头寒暄。”他的目光从我脸上一路下滑，尤其在我腰那里停了半秒。 方才笑着对身边的太太开口：“陈阿姨，您看，这位就是许静书许小姐，舞蹈生，又美，身材又好，是不是一看就和别人气质不一样？”她身侧的陈太太立刻看向了我，目光有些尖锐，带着一些警戒、审视的味道，莫名的就让人感觉有些不适。“你就是许静书？”陈太太打量我一番后，方才开口。 他说话的声音倒还算温柔，我点点头。陈太太好，他没应声，微点了下头，就带着身边那位小姐离开了。程晚不由笑了笑。等人走远，他方才对我悠悠开口：“许静书，你以为豪门是好进的？像你这样的出身，下辈子也不可能嫁进陈家去。”我拿了一杯酒，浅啜了一口。不知怎么的。 心里头有点发堵，看到陈太太身边那位了吗？林家的千金林景，陈家挑中的未来长媳。程婉不怀好意的看向我，陈延东也知道的。我放下酒杯，看向程婉，程小姐想说什么，不妨直说。许静书，我就是想告诉你，不管是周宜川还是陈延东，都不是你能攀上的，劝你趁早死了这条心。 程小姐，你不用拿话敲打我。我从前没想过嫁给周宜川，现在我也没想过嫁给陈延东。你是没想过，但你阴魂不散，勾得宜川失魂落魄的。程婉恨,恨恨看着我，他现在执意要和我退婚，你知不知道？许静书，我确实很意外。程婉是周宜川的初恋，和他之后的每一任女友都是不同的。 抱歉，我真的不知道。分手后，我也从没有主动联络过他。就是因为你这么快找了新欢，宜川才会放不下你的。程婉说着说着就哭了。许静书，你凭什么这么拿得起放得下？你凭什么不像宜川从前那些女人一样死缠烂打？你要是缠着他不放，他早就腻了烦了。可你这么快就走出来，又攀上陈延东。 他只会更不甘心，更铁了心要把你夺回来。我真的觉得很荒谬，男人花心滥情、三心二意，为什么要怪责到被背叛辜负的那个女人身上？又为什么被背叛辜负的受害者就一定要哭哭啼啼、纠缠不休？弃我去者，又何必恋恋不舍？程小姐，您冷静一下，我没办法冷静，这么多年了。 我看着他一个一个换女朋友，程婉的眼底一片凄楚的茫然。我盼着他收心、回心转意、一心一意。后来他向我求婚，我以为我真的盼到这一天了。可是许静书他是收心了，也学会一心一意了，但不是对我，而是对你，并不意外。我和周宜川会再次见面，只是让我有些始料不及的是，他变了很多。 人瘦了一些，衣衫落拓，神色也带着一些落寞。看我出来，他就掐了烟，叔叔，北京进入深秋了，已经很冷。我紧紧裹着大衣，看向他。很久以前，那个坐在天台边晃荡着腿，想着跳下去就一了百了的许静书，是被他拯救的。不管怎样，我和周夷川之间没有生死大仇。 他不是个完全的坏人，只是被宠坏了，太任性，太贪心。我已经和程婉提了退婚的事，你应该也听说了。这半年多，我没有和任何一个姑娘不清不楚。那个秦若，我就是故意用来气你的。我根本没碰过她。叔叔，你回来吧，好不好？他穿着我喜欢的白色衬衫，头发修剪的利落又清爽。 是我记忆深处周宜川的样子，却又不是。我有些恍惚，又有些难过。他该是骄矜，又有些狂妄，谁都不放在眼里的周宜川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小心翼翼。周宜川，你要学着往前走，向前看，好好和程晚在一起，别再伤害一个无辜的人了。可是叔叔，我对程晚已经没有任何感情。 我喜欢的人是你，周宜川，神情渐渐激动。是我把你从天台边救回来的。你说过这辈子都会陪着我。是啊，如果没有你，我早就死了。周宜川，我这条命是你救回来的，我这辈子都记得。我是曾对你说过永远陪着你，但是我也说过，我永远都不会原谅背叛，死也不会做第三者。 我已经和他退婚了，可是周宜川，晚了。你爱上陈延东了是不是？你以为我不能给你的，他就能给你？你知不知道陈家的大门比我们周家还要难进？你又以为他能对你有多少真心？那个林家千金已经在和他谈婚论嫁了，叔叔，只有你还被他蒙在鼓中。我推开周宜川的手，缓缓向后退了一步。 这是我自己的事，周宜川，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我也知道自己该怎样向前走，怎样选择。嫁人不是一个女人唯一的出路，你们觉得很重要的，也许在我眼里根本什么都不算。以后别再来找我了，过好你自己的生活吧。我转过身向前走去，深秋的夜风冻得人瑟瑟，但却也让我更清醒。 在那天晚上跟着陈延东上车的时候，我已经做出了自己的选择。我清醒而又卑劣的利用着他。我也一直都在心里告诫自己，不要贪图位高权重的男人随手就能施舍给你的礼物和捷径。否则，当他们腻了倦了，抽走让你向上攀爬的阶梯，你会很快从半空摔下来，尸骨无存。 不如就一块砖一块砖砌自己的阶梯，辛苦一点，但至少是你自己的路，谁都抢不走。可当我走到一个十字路口等绿灯的时候，却突然觉察到自己的脸一片湿冷。我缓缓抬起手摸了摸，不知是在什么时候，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，眼泪无声无息的爬满了整张脸。陈延东回来那天晚上。 北京下了一场很小很小的雪，我执意要去机场接他，却又臭美的在大衣里穿了很薄的裙子。到了机场大厅，我就脱了大衣，反正有暖气，并不冷。离很远，我就看到了他。搞事业的男人永远都是最有魅力的。他穿黑色商务正装，身后跟着几个秘书助理，还有高管团队。 这样一行人走在机场大厅里，简直瞬间吸引了所有视线。陈延东也看到了我，他从助理手中接过大衣，示意他们不用跟着，然后他一个人向我走了过来。陈延东，我冲他招手。他并不爱笑，那张脸很多时候都是没有任何情绪的，但在我挥手那一刻，我很清楚的看到了他眼底的笑意。 他是想要见到我的，就如在他离开的这半个月，我发现自己比想象中更想他一样。陈延东将大衣披在了我的身上，又低头看我的脚，因为穿了裙子，自然要穿漂亮的高跟鞋。至于冷不冷的问题就不重要了。他把我带到 VIP 休息室，自己一个人又出去了一趟。等他回来时，手中多了一个纸袋。 打开袋子，里面是一双毛茸茸的袜。他甚至还细心地给我买了一双羊毛袜子。换一下，外面很冷。我不肯换，我不要。我的裙子和这双鞋子不搭。陈延东蹲在我身前，耐心的哄：“舞蹈生的脚很重要的，别冻坏了。”哦，原来不是心疼我呀。我故意阴阳怪气。许静书，他似有些无奈。 放下手里的靴子，起身靠近我。我坐在一张单人沙发上，他的双手就撑在沙发的扶手上。我被他困在靠背和他胸膛之间，整个人立时都被他身上的气息包围，身上还裹着他的大衣。房间里热，我鼻尖都沁出了汗，人渐渐晕头转向。他低头吻我，吻得我迷迷糊糊的时候，我听到他说了一句。 换鞋回家，还是你想在这里？回家，回家！我忙不迭的开口。陈延东又吻了我好一会儿，才松开。回了家，刚进门，我踢掉靴子就缠住了他。陈先生，他不动声色看着我作妖，要不要试一试舞蹈生？他靠在玄关柜上，眼底渐渐阴晕了欲色。怎么试？我仰脸亲他下巴。 耳根泛着红，言语却大胆露骨。你没见过我们舞蹈生练功吗？其实这句话还没说完，我立刻就后悔了。但后悔大抵也是没用的。陈延东这个人，长了一张最清心寡欲的脸，偏偏私下和我在一起时，却又最无赖、最混蛋。我本意是勾引回去，报复他刚才在机场主动撩拨我，但现在。 好似给瞌睡的人递了个枕头，到最后我只能软着嗓子求他。舞蹈生，这就不行了。我忘了你出差两星期的事儿了，真是让人欲哭无泪。天底下再找不出比我更傻的人了。这活脱脱就是一出主动把小羊羔送入虎口的蠢事。陈延东出差回来的第三日，林家那位千金林景。 忽然决定出国游学，据说以后准备定居国外。而有关陈林两家联姻的事，就此也就再没人提起。我知道这不会是一件巧合。果不其然，陈太太很快约我私下见面。许小姐，我也就不给你绕弯子了。我只有严冬这一个儿子，对于他的终身大事，我和他爸爸都十分重视。 我调查过许小姐你的背景，你出身干净，自己也很努力，很有才华。我们陈家没有门第偏见，只要姑娘出身清白、品格好，我和严冬的爸爸都不会反对。至于你之前跟周家小子谈过一段的事，也不算什么。毕竟现在和我们那个年代不同了，我也不是老古董，没什么不能接受的。严冬很喜欢你。 我看得出来，陈太太仿佛轻叹了一声：“林景的事儿，你也听说了吧？和林家结亲是我们长辈的意思，但林景很喜欢严冬。严冬这次出差回来，直接拒绝了他。那孩子挺伤心的，这一走以后也不会回来了。许小姐，如果严冬非你不可的话，我和他爸爸也不会反对。但我们只有一个要求，您请说。” 我其实已经想到了是什么要求。无疑，陈太太是个很聪明的人，她没有一上来就羞辱我、讽刺我，或者直接拿钱砸我逼我离开。她把主动权给了我，让我自己来选择。想必在她对我的调查中已经确定了一些事，所以她很笃定我会怎么选。如果你要和严冬在一起的话。 我希望你能辞掉舞剧院的工作，还有以后也不要再从事这一行。毕竟跳舞需要常年保持低体脂率的身材，不利于怀孕，更不利于后续胎儿的成长发育。我看过许小姐你的体检报告，说实话，你的各项身体指标都不太好。而且，许小姐还有过抑郁症吧？我轻轻点头，是，但我已经停药很久了。 陈太太摇头：“许小姐，我只有这一个儿子，希望你能体谅我们做父母的苦心。我知道要你放弃梦想挺残忍的。如果许小姐愿意，我可以帮许小姐申请去国外进修，当然我也会在金钱上给许小姐满意的补偿。”陈太太的态度很诚恳，更重要的是，她说的这些话并没有错。 让人怪责怨恨都不能。陈太太，不瞒您说，我之前也收到了国外几个舞团的邀请，但我一直没有答应。现在我会重新考虑这件事的。您说的没错，放弃梦想对我来说太残忍。我望着他，坦诚轻笑。除了跳舞，我什么都不会。让我放弃继续跳舞，绝无可能。 看来许小姐已经做出选择了，我轻点头。只是陈太太，我不需要什么金钱补偿。陈延东已经帮过我很多了。许小姐，你想过没有？如果什么都不要的话，陈太太叹了一声。严冬他又怎么可能轻易放下你？和陈太太见过面之后，我的情绪就一直不大好，因为之前确诊过抑郁症。 所以我立刻判断出了自己身体的不对劲，找之前的医生拿了药，但却好像并没太大的用处。接着那天晚上的演出就出了状况。我们演的是舞剧《巴黎圣母院》，我饰演女主角艾斯梅拉达，有很多高难度的动作。旋转到舞台中央时，我的小腹忽然剧烈的抽痛了一下。 脚下的节奏瞬间就变得混乱，接着整个人就重重的摔在了舞台上。被救护车送到医院时，我的身下仍在不停地出血，第一时间就被送进了急救室。手术的时间并不长，陈延东赶到的时候，我已经在病房挂水了。他推门进来那一瞬，我的眼泪忽然就决了堤，医生的那些话仍在耳边。 剧烈运动导致的子宫肌瘤突然破裂，所以你才会剧烈腹痛、大出血，并不是你认为的怀孕小产。而且你现在的身体状况根本不适合怀孕，也根本不可能怀孕。许小姐，你太瘦了，还有你从前应该是吃了不少含激素的药吧？这让你的身体系统很混乱。当然，如果你好好调养的话，都会慢慢好起来的。 陈延东握住了我的手，叔叔，别怕，已经没事了。陈延东，我虚弱的喊他的名字，你抱抱我，抱紧一点，好不好？我选择离开的那一天，正是陈延东最忙的时候，公司最大的项目到了最重要的关头，他根本脱不开身。我给陈延东留了一封信，嘱咐他的秘书。 这封信一定要等到公司项目落成之后再给他。信里我对他说：“陈延东，从一开始我就是在利用你，利用你摆脱周宜川，摆脱他的控制和报复，利用你重回舞台，继续跳舞。我就是个很俗气、很功利的女人。在我的生命中，除了舞蹈和自己，什么都不重要。当初在学校被人霸凌。” 我抓住了周宜川这根救命稻草，后来周宜川订婚，我又抓住了你。我很感谢你对我的帮助，但也就仅仅感谢而已了。我身无长物，能回报你的也就我自己，能给你的都已经给你，所以我们之间不亏不欠，两清了。周宜川曾到国外找过我，我没有见他。我的每一场演出。” 他都坐在观众席的第一排，他送我无数的鲜花，但我每一次都会想起，在北京的那一次演出，陈延东出差不在，却送了我几乎填满整个剧院的鲜花。而现在，我们已经断联整整一年。周宜川回国前托人给我递了一封信：“叔叔，从前我很不喜欢你一心扑在舞蹈上。” 我嘲笑你跳舞受伤的脚很丑，嘲笑你的职业不上台面，在从前就是个取悦人的行当。我私心里只想让你围着我转，成为我的专属。我自负地认为，就算我娶妻结婚了，你也得留在我身边。我们这样的人养几个女人又算什么大事？可当你真的走得头也不回的时候，我开始害怕了，叔叔。 把你的梦毁掉，留不住你。可惜我知道的太晚了。我看这封信的时候，有人敲响了我休息室的门。静姝是团里一位亚裔的同事，茉莉，有事找我。我收好信，转身问他，他面上的表情极其夸张。有一位男士找你，我以为又是周宜川，摇头叹了一声，不见不见，不是之前那一个。 我的心脏蓦地停了一拍，这个超级无敌帅！你不知道他刚才一出现，我们所有人都看呆了。他应该有一八八吧？我就没见过比他穿风衣更好看的中国男人了。最重要的是那张脸，东方人少有五官这样立体的。静姝，你不知道刚才他过来，care 那个绿茶立刻就过去搭讪了。我的手指下意识地攥紧了。 Carrie 是个特别风情万种的金发女人，只要她想勾搭的男人，就没有弄不到手的。茉莉说到这里卖了个关子：“静书，你猜那男人什么反应？”“我怎么知道？”嘴上这样说着，我心里却在酸溜溜的想：“陈延东挺好勾搭的，Carrie 又是真的美丽动人，连我都觉得她的身材无人能敌。” 茉莉忽然哈,哈哈哈笑了起来。那男人很有风度，但却还是直接拒绝了他。他抱住我肩，一脸八卦的开口：“你再猜猜，那男人怎么拒绝的？爱说不说。”他说：“不好意思，我有女朋友了。”静姝你说他的女朋友是谁？不会是你吧？怨不得你拒绝那个周先生无数次，可是你怎么瞒得这么紧？ 难道我们不是最好的朋友吗？你来这边都一年了，我都不知道你有这样帅的男朋友。他不是我男朋友，还说不是。茉莉气鼓鼓瞪着我，你手机屏保都是你们的合照，我又不是瞎子，我又不傻，我不知道如何解释，这一切都是事实。我自私却又贪婪，放不下舞蹈，也放不下他。 我不愿为了他舍弃跳舞，却又将他偷偷放在心里，在无数个深夜想他想到哭。我这样的女人，活该最后孤寡一人到老。可陈延东，他为什么还要来找我？我自私又狠心，薄情寡义，说走就走。陈延东从没有对不起我的地方，可我最后怎么对他的？静姝，你哭了，所以。 你其实就是还爱着他的，对不对？快去找他呀！下去见他。茉莉连声催着我。我擦了泪，缓缓站起身，走下楼，一眼就看到了他。一年不见，他清瘦了些许，眉目之间却越发沉稳疏冷。我的视线模糊的厉害，怎么都看不清楚他了。静书，陈延东的声音跨越了时间长河而来。 而他声音响起那一瞬，我心底所有的防线全都溃塌，就那样不管不顾的向他奔去，哭得崩溃，毫无形象。他张开手臂，如从前每一次一样，稳稳接住了我。叔叔，我抱紧他，用尽全力。陈延东，带我回家吧。他没有回答，只是轻轻抬起我的脸，就像那天晚上在排练时。 一模一样，许静书，你看着我，再说一遍。我破涕而笑，可眼泪却又掉得更凶。我如他所说，一顺不顺看着他，很大声的又说了一遍：“陈延东，带我回家吧。”他很少笑，可笑起来的他，是疗愈了许静书无数创伤的灵药。他缓缓低了头，额头与我的抵在一起。还跑吗？不跑了。 之前跑的这一次就算了，那我补偿你，怎么补偿？我含着泪笑，耳根却又开始泛红。那陈先生，今晚要不要再试一试舞蹈生？